连档男神陈冠霖先前宣布暂停拍戏，回归学生身份，考上了政大 EMBA。 学生证上的帅气大头照更意外引来关注。近期他除了不时分享校园生活的点滴之外，日前也分享了自己做善事的故事。陈冠霖发文晒出了他扶着一位老奶奶的照片，并在文中透露寒流来袭，气温非常低，他在路上遇到了收回收的婆婆，身上穿得很少，在低温下冷得瑟瑟发抖。他见状急忙脱下了身上的羽绒背心送给对方，再给了一点钱，希望婆婆能早点回家休息避寒，并感叹表示如果是自己的妈妈遇上这种事该有多么的不舍。陈冠霖的暖心举动迎来不少网友留言大赞，哥真的很有爱心，有失必有福，好人一定会有好报的。you